活在今天的你，你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在那块红色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，可它确实发生了。我的家在瑞金的一个小山村里，我就是那块红土地上长大的孩子。那一年我18岁，就在那一年，我的妈妈把我和我的7个哥哥送上了战场，参加了工农红军。
来了！妈的！抓紧时间，快拿！
紧跟着老虎，眼睁睁的看着就没了。老杨家八个，现在就剩两个他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，我就想，来吧，我看咱们俩谁厉害。行啊，臭小子，长本事了，一个人敢斗野猪。哎，你当时真的不害怕？打的时候不害怕，打完了之后再想想，有点害怕。哎，嗯，你腿没事吧？哦，没事，死不了。哎，哼，你小子自己偷偷跑出来，妈肯定不知道。吃完这个，赶紧回去，别让妈担心。怎么了？啊？说话呀！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哥，
前段日子白军来了，全村就没剩下几个活口。妈呢？妈没事儿，我和妈还有十几个乡亲正在山里抢生呢，算是躲过去了。 这个仇，咱们一定会报的。拿着，这是几个哥哥的肚兜。 该回去的人是你，你是老大，我在这替你当兵。胡说什么呢？你以为当兵是什么呀？打野猪啊？那我死人的。你看看，看这些人，只要能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，那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我不，我来了就没想要回去。你难道想我八个人全死在这儿吗？ 为什么要来当兵？还不是就希望你跟妈能过上好日子。听哥的话，回去好好种地，好好的替几个哥哥照顾好妈，替我们尽尽孝。 杨排长，走吧。 最新的火力分布图，连长画的，我描的。排长，司令刚上去，营长让咱们传个信儿。行了，歇着吧。好嘞。排长，排长，这，排长。
我捡到一个小崽子，这小子可火了，啊！阵地上炮火连天，一个炸弹差点没把他炸死。哥。 哥，排长，排长，你这是干啥？排长，这是满载啊！没事吧？先起来，慢点。建斗，别睡了，去，把三枪刀炮换下来。是。 哎，把眼皮子给我蒸好了。知道了。同志，带伢子跟我走。哎，是。排长，缴获的，抽一支。 拿去，大娘，火气别这么大嘛。文仔，快过来坐着。哥，这里没有哥，叫排长，叫什么？ 知道你还问，我问你叫什么？满载。姓什么？跟你一样。这孩子。哎，收你了，来吧，走。排长，韩部松来的。
快！
么样？吓坏了吧？这就是打仗。哎呀，这生与死，就是一眨眼的事儿。我看呢，你不是这块料，回去吧。老杨家八个儿子，已经没了六个了。满载，你赶紧回去。你还小，你还是个孩子，你现在回去不丢人，没人会笑话你。啊，听话。就是可惜，你的六个哥哥呀，都把命扔在这儿了。听叔叔的话，回去吧。啊，别指望你哥，你哥他是排长，他得带兵。哎呀，这老天哪，那怎么也得给老杨家留一个吧。当红军又不是什么坏事，为什么不跟兰花说一声？我怕我不让去。等你到了部队上，可别忘了兰花。兰花，我想亲你。都留着给你，等你回来。当兵是什么呀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！你临阵脱逃当逃兵，我就一枪打死你！打呀！打啊！你干什么呢？你冷静冷静！你冷静冷静！放开！你冷静！我让你放开！松手！让开！你干什么啊？我让你让开！他不是逃兵。是我让他走的，要毙就毙了我好了。他就是逃兵，他不是逃兵，他是个孩子。我告诉你，他就是逃兵。你们家就剩你们两个了，给老杨家留一个。你冷静冷静，他是个新兵。
还生闷气呢？啊？怕了很正常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跟你说，满仔，这可是打仗，枪林弹雨，子弹可不长眼睛，跟你打野猪完全是两码事儿。当年我上战场也一样，枪一响直接吓尿裤子，啊！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当逃兵可不是一件小事儿。今天算你命大，平时你哥早拿枪把你给崩了。以后啊，长点记性啊！李三逃兵！小子，你要学会长大。没事，让他打吧。啊，起来，来，不服是吧？啊？我不是逃兵，我不是逃兵，我不是逃兵。金福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玩就玩呗，怎么玩出真的来了？你们有劲儿占啥时间？满仔，你是不是还生你哥气呢？啊？你哥那个牛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是个带兵的人，希望他的战士们个个都是一条好汉。所以战场上他最恨的那就是逃兵。我没有当逃兵，我不想逃，我因为想回来来着。我就是在我再也不想见他了。我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我找其他部队去。那你跟你哥说清楚了。那今天拿枪那么指着我，我怎么说呀？你们哥俩真是一对牛脾气。来来来，兄弟们，红薯来了，来，哎，来，兄弟，传一下。哎，好。天天吃这玩意儿，
屎都快拉不出来了。九根儿，有吃的就不错了啊！不是，给我，排长还饿着肚子呢。切，想家了。来，我来给你们上道菜，你们肯定能吃一吃。什么菜？我说出来啊，能馋死你们。米粉肉。哎呀，这道菜吃起来呀，那可好吃了。这肚兜我们从小就穿着，都多大了还要带着它吗？你不懂，你这个哥哥明天就要上前线了。按照咱们客家人的规矩，这是从祖庙里面拿来的红布，一针一线缝的，能够驱邪魔保平安。妈，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去。屁话，你以为哥哥们是去玩吗？妈不让你去是因为你还小，家里田里，你帮妈呀多干点活。你老是在家里给我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当红军的事情等你长大了再说。把那米粉末那么一撒，拿筷子挑起一片来，好家伙。快进入阵地！快走，发了，十八。看来这次爆火比平时更猛了。是啊，可惜了啊，真是糟践东西。你说，咱们什么时候打仗，能打得这么富裕啊？哼，会的。行了，该我们上了。全体进入阵地，走。准备战斗，快走！老弟，快把这个火口给我堵上！来个人，大喇叭，啊，告诉你的人，靠近的打。是。让我给你送弹药，你跟着去。杨大营，你就是三连那个神秘人物啊。凭啥你发配这么多弹药啊？这还叫多？就四十几发子弹，不够打一仗的。这还不多，够我们全班的发配了。革命当头，人人平等，凭啥你搞特殊化？这是啥？子弹呀。错。这能消灭一个敌人。
这里的每一发子弹都能消灭一个敌人。凭这些，我就可以报销白狗子半个连。吹牛！一张嘴，半口气，白狗子半个连就这么没了。神枪手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一枪一个准，弹无虚发，每一发子弹都得确定消灭一个敌人。那我也行，你消灭半个连，以后我就消灭他们一个连。小伙子，这不是子弹多少的事儿，不光得靠胆子，还得靠手活。噗噗，哎呀！连里有个牛人，连长呢，特发他100发子弹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在巡口遇上狙击战，就半个小时，一个人就干掉了白狗子35个人，而且只有30发子弹。怎么会呢？也就是说，他有至少5发子弹，是一枪穿连。等你哪一天也一枪穿连，没门炮，一个基数3发，这叫炮火准备。一般前两炮他们会打在阵地前沿，后一发是清扫延伸。白狗子打炮就趁3中2失。你真神了！狙击点暴露了，转移阵地，拿住去。
伤吧？我见你去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你可以的，想想你六五哥哥是怎么死的，想他们怎么死的。这是打仗，这打仗你不杀他，他就会杀你的，知道吗？看着我的眼睛，像个男人一样。哥哥相信你。三连增援上来了，敌军撤了。告诉兄弟们，打扫战场，补充弹药。打扫战场，补充弹药。
志哥，大志哥，你没事儿，你坚持住，你能活着，我带你出去。大志哥，大志哥，好，那个，大志哥，大志哥，你没有吹牛，你一枪一个敌人，大志哥。大山哥，是新国人，是我们连最好的战士。蛮子，算你心里是不是特别恨我？你那天是不是真的要开枪打死我？是。兄弟，我想你活着。当你穿上这身军装，你就是个战士。和他们一样，都是我的兄弟。知道我说这些，你是否能够明白？这把枪就交给你了。排长，终于可以撤退了。三排弟兄们坚守了这么久，不容易啊，总算是能缓口气了。弟兄们，撤！快撤！撤！等等！干什么？快撤！快撤！快往林子里撤！放心，
你哥，他鬼着呢！快走，进树林，快！进树林，进树林！兄弟们，撤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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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！375，标尺375，向右25，向右25。这个仗真的是没法打呀！又新增了四门大炮，四个炮组，打了快40分钟了就没停过。照这么打下去，咱们早晚得被打成肉馅儿啊！没错，这个新增的这个炮营啊，这个位置卡得刚刚好，正好封住了主力部队突围的路线。我们得让上级马上知道，否则的话，大部队一行动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看我干什么？你不会是想，这可不是咱们的任务啊！对方可是一个整编的暴民营，咱们才几个人啊，连挺枪、养敌机枪都没有。连长指导员交代过好几遍，咱们的任务就是要拖住敌军的前围力量，为突围做准备。连里可没让咱们擅动主张啊！发现这个新增的炮兵阵地，那是捎带脚的事儿。你听我说啊，咱们是小股部队，趁这个时候咱们突围撤退还来得及。我们跑了，大部队怎么办？咱们30个人都不到，到时候枪一响，敌军把我们整个包围，团里不知道，营里不知道，连里也不知道，这是作战。没有支援，没有配合，这仗打不了。除非总攻方向同时发起进攻，要不然这个仗真的没法打。说完了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我告诉你，无论如何，都得把这个炮营给我拿下来。同志们，排长刚才说的很对，新增加的这四门大炮完全覆盖了大部队的突围路线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们团部尚不知情。如果我们不提前把这个新增加的炮兵营给干掉，那对大部队来讲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同志们，当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，为了大部队能够顺利突围，就算拼光我们所有的家底儿，也在所不惜。弟兄们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啊，既然大家有信心，那咱们现在商量一下具体的方案。大家都很明白，光靠我们这些人、这些枪，想拿掉一个炮兵阵地，那是以卵击石。那仗怎么打？必须巧打。首先得端掉他的弹药库，那么我们必须趁着天黑雾大摸到敌人阵前，离他越近我们越安全。等天微亮，雾微散，弹药库一照，我们全排发起攻击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就是弹药库如何能拿掉他。排长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咱们想端掉敌人的弹药库，我看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地下，来个老鼠盗洞，就像咱家祖上盗墓一样，挖一条暗道，一直挖到敌人的弹药库底下，把炸药给它堆足了。
来个底朝天。干嘛这么看我呀？我都瞄好了，这一带的土质比较疏松，只要咱们把坐标定准了，挖。天亮之前，我估计问题不大。行。哎，你说当兵前你干了多少缺德事儿啊？啊！我就是盗墓，盗的也是他地主老财家的墓。那炸药充足吗？炸药没问题。好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嗯，你必须在天亮之前引爆它，我们以你为号，所有人发起攻击，否则的话，我们这帮兄弟可都变成肉饼了。你放心吧，排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嗯，好了，弹药库的问题解决了，那么接下来就是由谁来去给团部送这个信呢？排长，我去吧。我去吧。排长，他不合适啊。排长，我去。你胡闹什么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没闹着玩，他们都完成不了这个任务，我最合适。我从小生长在这个地方，这里的地形我最熟悉，让我去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你必须在天亮之前把信送到，保证大部队安全突围，明白吗？保证完成任务。好了，准备吧。你又咋了啊？大牛啊，老杨家你可就剩那么一个弟弟了，你真不应该跟他置气。我压根就没跟他置气，因为这件事上他能行，没人比得了他。我琢磨这事应该我去，你说我是个党员又是个老兵。哼，这事儿老兵管大用啊，他一个人对付野猪你行啊？满载，你怎么来了？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把这个带上。哎呀，我不要，这东西不是寻常老百姓带的东西，带着它是个麻烦。我有这个呢。安南，这一路上自己一定要小心，万一碰上敌人千万不敢蛮干，记住，整个大部队的性命都在你手里。是，排长。叫哥哥。哥。哥，我这些日子是不是给你丢人了？你胡说什么呀？啊！你在哥的眼里永远是最棒的，真的。你怎么说话酸溜溜的？怎么了？这么多人都看着呢。嗯。哎，哎，臭小子，看什么呀？有什么好看的？看
两句。哥，从小你就背着我，背我过河吧。哥背你过河，走，走了，走了。蛮子，哥只能送你到这儿了，接下来的路靠你自己走了。去吧。哥，我要是回不来，妈就交给你照顾了。胡说什么呢？滚！王姐给你枪法好，安排他带两名战士护送蛮仔冲过封锁线。二少，天亮之前能挖洞吗？走啊！
怎么了？没事。兄弟们呢？敌军现在又增加了个巡逻队，天一大亮可就全暴露在白军的面前了。他们那个防护网布置的是密不透风啊。这满邱大乔，准备吧。哎，你们几个起来了，走。这是你干的活吗？滚！不是，叔，我手脚比你利索，我来。你撤！兔崽子，我干这活的时候你还没生出来呢。滚！快走！滚！快走！盗墓挖了一辈子坑，
这还好，倒给自己挖了个坑。前面都有，快给我冲上去！是。
说什么？还有一个炮阵。我说炸掉他。全班都有，把他给我炸掉。团长命令三排通过狼牙口，与大部队会合。
永清，哎，清点人数。啊。伤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死不了。全排都有。炸球！我说，搜集手榴弹，准备炸球。哎，是是是是是。
我告诉去找他，必须把他给我抓了。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啊！你接到了谁的命令？排长，你看看我们三排还剩了几个弟兄啊？给我们留几个种子吧。这是挡住敌人唯一的屏障，如果不把他炸掉，大部队永远摆脱不了敌人的追击。你说的没错，这的确不是我们的任务。我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。如果兄弟们现在要走，可以走，不算违反军纪。可有一句话想告诉你们：这辈子能跟你们成为兄弟，是我大牛的福气。他养的就是三班的阎王。弟兄们，准备炸药，大家举枪掩护。走了。
定要跟哥哥们一起活着回来，听见没？妈呀，还指望着跟你们一起过好日子，全村的人都指望着跟你们过好日子。妈就在这儿等着你们，妈就在这儿等着你们回来，一定要回来啊！您等着我们，儿啊，你们的路没错，大胆往前走。有许多话要说，这一刻仿佛都忘了，只记得儿时的我，缠着要听你唱歌。有许多牵挂的，这些年被山水阻隔。